我的天呐，我出来倒个垃圾都能碰到流浪狗。我去，我估计啊，这个应该是附近的人遗弃的这个狗。哦，这里面掏的还有洞啊，我把它拿回来了。掏的洞估计是给它呼吸的。你说你给它呼吸就呼吸吧，你还给它扔到垃圾桶里。哎，你说还是下雨天扔的，你说这人都不知道咋想的，这脑子。哎，没办法，打开看一下吧。哎，又是两只小奶狗吧，也算是，应该是满月就丢出来的。冷不冷啊？还好它那个是这个是给它盖着的，丢进去，不然的话这个，狗淋湿了肯定就直接就挂掉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哎，这是一只白色的。公狗，这是一只黑色的，这也是一只公狗。我去，这现在这丢，现在这公狗倒是不吃香了，哎，到处丢。其实我，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们了啊？不要你们了吗？这咋整？我的天呐！我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那边这个流浪狗这个身体还没治好呢，这边又碰到两个流浪狗，我的天呐！我都感觉我都快疯掉了。刚才我在那边还犹豫啊，但是下雨下的这么大，我没办法，我说先带回来吧，带回来看一下怎么办。仇人，哎，农村这种土狗就是这样，满月了就会被丢出来。这两个狗非常的害怕啊。这养狗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，真的是，哎。真的是愁死了，大家说要怎么办？给它拿出来看一下，身体没毛病吗？能走啊？怎么没见尾巴呢？哦，有尾巴在里面。这个也走一下，走路应该没问题的，不是残疾狗啊。叫什么叫？叫什么叫？这两个狗还是挺乖的，可能比较怕生吧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什么人呢？干的都是什么事儿？哎，你说这么小的狗能吃多少？当然了，对吧？养狗也确实比较费劲儿啊，这个也没办法说。我捡回来那个前两天捡回来那个笨笨的时候，那个流浪狗啊，我想着喂它口吃的就好了，啊，谁知道这一生病啊，又是要花好多钱，对吧？就不只是喂它一口吃的这么简单了，有的时候怪我太年轻啊，看问题看得非常的简单啊，所以就造成了后面好多人就觉得我不负责嘛，这样。现在又有两只狗，我都愁死了，真愁死了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给它俩放到哪儿了，现在肯定不能让它跟那个流浪狗放在一起，对吧？那个狗。那个狗正在生病，对吧？放一起肯定完蛋了。楼下是没地方了，
要不放上面吧，先暂时先放上面吧。我在说话，他俩一直看着我，啊，知道是我把你俩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知道是我救回来你俩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嗯，给你们找个住的地方啊。到楼上去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到这个楼梯口这里啊，嗯，这边怎么说呢？这边12月份的时候，不是有一只流浪狗得细小嘛，在这儿待过几天。其实本来这个地方放它俩是刚好的，但是，但是我又害怕，对吧？传染给它怎么办？看一下这里吧。要不暂时放这里。嗯，暂时的话就考虑把他俩先放在二楼吧，一楼的话那只狗正在生病啊，确实没办法跟他们放在一起啊，万一传染了对吧，到时候非常的麻烦，这两只狗我还没想好怎么去处理啊，我要好好想一下，然后先放这个二楼这边吧，你俩要是一公一母就好了，对吧，以后长大还能当个夫妻，现在也就只能做兄弟了，估计他俩应该是一窝的，给他。哎呀！暂时先把他俩放这儿吧，我去看一下我家还有褥子没。之前的褥子都给那些流浪狗啊，都换了6、7次了，我家的旧衣服基本上都快换完了，我再去找一下。你俩在干嘛呢？在啃什么？那上面有吃的吗？我也是醉了，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。然后我刚才找了一下啊，找了一个箱子，实在是找不到了，然后找了这个啊。这个本来是人盖的，这样的话给他们做个窝吧，给他们放到这个位置可以了吧，来，不在这里面住了，你看他还挺依恋这个狗窝的，他知道啊，这个狗窝是他的，给你们换一个大的，来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这里面舒服，你别啃了，这啥东西啊，在啃啥呢？不知道啥东西啊！来，进去吧，这里面会舒服一点哦。在这里面，啊，你俩在这里面休息吧，啊，可以吧？现在虽然下雨天啊，现在快3月份了，外面温度，也差不多10多度吧，也还可以啊，不会冷啊。主要是考虑到那里之前那个狗。那个确实啊，我有点担心啊。这里的话就消过毒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彻底杀菌啊。唯一干净的地方就是没有养过狗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可以了啊。我去，这什么时候的？什么益生菌呢？我去，这个是那个12月份的时候买的，那个狗得生病的时候啊，那个狗生病的时候我给它买的这个益生菌啊，都放这儿好久了，看它俩合不合。咦，我天，来尝一下。应该是可以喝的，然后我找了个水盆啊，不是水盆，吃饭的东西啊，给他俩接点水啊，看一下这里面这个还有的吧。哦呦，这么多，全倒出来吧。这个益生菌这个东西应该没问题的吧，可以喝的哈。那个狗就胆子小一点，这个好像就胆子要大一点，
就放在这个边上，给你俩当水喝，当饭吃了啊。我也不知道喂这么小的狗吃什么，我感觉这个狗太小了，这俩狗，大家觉得呢？是不是觉得特别小？这俩狗实在太小了，哎呀，估计也就是20多天啊，我估计。这儿有啊，这儿有，这儿有啊。暂时先放这儿吧，别乱叫啊，因为会吵到邻居的，知道吧？其实就挺担心他们俩乱叫的，因为我家这个隔壁后面都是邻居嘛，他们人多的话，他们都在2楼住的，对吧？我这两个狗乱叫的话，到时候很吵，到时候还要给他俩换位置啊。现在下雨天确实没办法，我现在，一个头三个大，我感觉，哎呀，头大得很，我都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，啊，下雨天本来人的心也不是很舒服，唉，行，下雨天你俩就在这儿睡吧，一切等天晴之后再说吧，睡觉吧。别叫啊！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哎。